哎，那个电风扇就把它关掉哈。哎 ，BOSS 拉提赛越拉越精彩。好，摄影是我的仇人，老婆是我的命，我见了仇人不要命。OK 啦 ，BOSS 的对摄影的热情，今天又在这边呢跟大家做个分享。记得要选这一种的，有两个四分之一孔的。哦，千万记得这两个四分之一孔，待会你就知道可以省很多钱。啊、哦、，BOSS 专门教省钱啊、哦，这个是大家公认的。所以呢 ，BOSS 在直播界有个绰号叫“佛心老板”。哎，每天都会有被我拒绝的客人，请你跟你抱歉，你不适合买的东西我不会买给你。尤其是空拍机啊、哦，还有根本就不会用的客人。我也不会卖给你，因为那个东西买去也只是浪费。就因为这样的精神，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让我们活了下来啦。好，现在要做的套件是这样子，要有灯，要有麦，然后要不能拆啊、哦，直接提了就走，开机就开工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你人生有多少命？现在没助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现在的作业绩效不是工时制，是成果制，你就是给我拍好，你再像我们以前那样算班的，八六六四，八个小时一班，六个小时一班，四个小时一班，你当然慢慢装啊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给我拍好这个案子，我给你多少钱，你一小时拍完你家的事，你跟他慢慢装，你讨个派去。所以要先听 boss 的，你要快快装，快快好，好，装得越快越好。怎么说呢？你东西到现场，咔，开机。开工，你就是王。那你如果不听话呢？跟他慢慢耗，慢慢搞。我说真的啦，浪费是你自己的生命啊，怪不得别人。那现在的东西在电影、电视这个圈圈里头，我们大量的生命都耗在 setting， 真的很严重的 setting。那为什么要耗在那上面？不懂。那你干脆就 all in one 装到好，开机，多好呢！开机开工多好呢！好。我们一一把它装起来，再跟大家讲说这东西的道理。这几千块的东西真的很有魅力，你前前后后都行的，前前后后都行的。因为这个你要下班哈，但是你下班前先帮我把这些整好，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处理。好，这里呢还可以上下，这可以上下。好，有的机型机身高高低低可以透过这样做调整。基本上都够个脚啦。啊，你如果预算再够，在这边再装个护斗。哇，我上次装一个有护斗的，在那边很开心的驾机，回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规定人啊，就是咱咧拍电影，嘛不是啊，咱咧拍物件呢。好的，好的，到这边了。再来，双手把是要的，双手把装了双手把，你的手呢才得以稳当当。这东西呢不可思议的便宜，强国人做的，没办法，只要强国人做都是生产过剩，生产过剩呢，工人的他们的情况是这样。工人呢，请在那边，你不让他做呢，就马上赔钱，因此就做了一做做做，拼命做，一直做，结果呢，东西做太多了，就便宜卖呗，真可怕。所以你台湾杂活就是没得活喽。好，这位先生呢，他交代要摇摆一点，待会装起来，他都不敢拿出门了，我跟你讲。只有我这摇摆，你看他马上摇着摇着东西就撞到了。BOSS 的东西一个大原则，能够不要工具就不要工具，这是几十年来的啊，几年三十年来的习惯了、哦、能够不用工具就别用工具。好，这个锁住。那今天要装的是什么呢？这台 4K 的 Sony 相机，有热档现象吗？这台，好，有热档再告诉我，再帮你解决啊、哦。这里机房治百病，
唱一下哪来？股票自豆豆。自豆豆。自豆豆那不在我的服务范围内，这要找你老公。我的这个东西，我的建议是这样：他们听我的，我教你们怎么弄，但是方法跟人家不太一样。要装一前一后，哦，要装一前一后，哦，要装一前一后。不要装两个都在前面，两个平行，那个方法是不对的。好，哦，像打拳一样啊，对啦，哎，千万别装在一起。只要你装在一起，那个人基本上是比较中规中矩。那 boss 这边呢，基本上是旁门左道。OK 哦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是得用到工具，我最讨厌的工具。记得为什么这一只要在后面？记得这只手，如果我这样装，你是两手悬空的，你会很惨。那 boss 的经验是这样子，你这只手尽可能能够有个好的支撑，你才会舒服，才会放松，才会好拍。好，那再来考量到人都会老花，所以帮你考虑到这十年后的老花问题啊，哦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装好，你会看不到，到时候会看不到。好。初步了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有这样结果。那至于这个高高低低呢，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调整啊。你喜欢对称对称的人，有对称的方案。好，再来这一根，这里一个套组呢，告诉大家要连接螺丝，手这样就好了。担心半空牙，手出点力，两个角度都会上网，老板各位自己找。手一半进去。让两边平均吃到，这根就硬啦。锁一半，这个套件 boss 没有组过，以前都是徒弟在弄。那今天这位先生真不好意思，唔知阿人再去就来找 boss， 做 boss 再去我咧家 ，boss 再去咧工厂，互人走两抓，所以 boss 家己来，较袂歹势。好，你可以想拍，哎呀，我牛啊！人家说你疯了，哎。摄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以不伤身体为原则，所以都考虑到你在作业上里头要面对的身体上的风险。你如果这样拍一天你会累，劳烦您去看医生好吗？真的不可能会累的啊，哦！但是你相信我，它虽然这么轻，可是你这样一天，我保证你妈妈手啊还是会累的，因为它还没有架灯啊，还没有架麦啊，还没有架东架西。问题是灯跟麦没装不上去，它这是他们家的。的热靴啊，你灯你怎么装，根本就装不上去啊，
对啊，他的特殊的学，说真的，他们家也真的是太优秀了。好，装到这边之后呢，七七八八，先来个美化嘛，先别，这有一大堆美化螺丝啊，美化螺丝装上去之后呢，就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咱们上灯。boss 省钱省出名了，怎么个省法呢？告诉大家，这里呢就是让你上灯的，好，这是另外一边。那个我们的冷气压缩机太旧了，声音很吵。那个是虚，不是什么。怡文，麻烦去拿黑色螺柱，因为这个双工螺丝是空牙，螺柱你在黑色的，长的拿两只来，拍谁长的两只，短的四只，我帮你上面能锁，下面能锁，镜头在这里不干扰，将来还可以再做一个遮光甲，来遮挡那个叫做逆光，哈利秀啊。先到这边，咱们这边开始对位。都来 ，Thank you。好，这一段节目比较冗长，为了给大家精彩刺激的，怕你们无聊，我们接下来会更无聊啊。刚高雄的太太一直笑一直笑，咱们教的就很起劲。对啊，笑到声音，因为以后有那么多人在看哈，帮忙拍一下脸书照片，然后分享一下直播，然后他们就会绕进来看一下，要不然这东西一直教下去我也会崩溃，这都是基本上都是重复在教的东西。以后你就拍张照片，然后直说那个即将直播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晚点就会把它开工，打开设为公开。一个灯，再来一个麦，大家不要以为哈，这么近的距离要一个灯要一个麦有问题，那就是你们在这个制式器材里头已经有太多的束缚了。灯可以是这样装的，不要装正，不一定要装正，没有这回事。灯你装歪的它一样亮，它没有水平问题。我灯都装斜斜的，老是被人家 boss 你灯装错了。我说是，下次改进。灯装正着干什么 ？OK 咯。你喜欢这只脚架吗？重哈。它就是钉在那边。麻烦699的快拆版，699那个 Mepro 那个快拆。但是我现在就问知道，来我帮你想办法找到座，让你一座两用，啊，我想办法试试看。啊，初步已经到这边来了。
那我们让灯能够不要收，听好哦，灯挂上去不要收，直接躺平，麦克风不要收，直接折进去，这才叫作业品质，很难想象哈、哦。反正就是我们不要将来不要扣来扣去，那心有余力，你确认一下这一支可不可以做外供电？所谓外供电就是用行动电源供电了哈、哦，或者要假电池970供电，将来在这边再放一个970电池，你基本上一整天都不用换电池。好，那如果这电池很充裕，建议就不要花这个钱给料了哈、哦。来，我数看看是不是。香龙，香龙今天就是太完美了，好，就太完美了。这个香龙的话，惨念，来拆掉吧，拆掉，必须要重新再run过。好，灯上去。灯你可以装两只，不用的时候折起来就好了，啊，还可以躲进去，躲到里面去。这里转松，这里转松，这里转松，把灯躲到里面来。相机在这边，灯躲进来，麦克风躲进来。那你也可以懒得躲，没关系，折过来就可以了，啊，都可以看，啊，看你的需要。再来麦克风，哎，指向麦克风要一支吗？999那一支，乐华这种的，拿一支来，那个乐华999麦克风，我们推荐那个麦克风呢，非常的推荐，因为真的是便宜又好。所以这个没有可以适合这个。那个，如果我在学校的话，还是会用单子。哎，我会教你哈、哦，上脚架那块板子拿过来。那上脚架的话，这个就不变了，就上这边来，你就转，你就直接扣在你的脚架上，就完美了，什么都没有给你浪费到啊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无线麦也要上去，那这无线麦呢是热靴式的，我会建议摆在这个地方，摆在这个地方，不要摆前面。所以呢，再配个这个东西，双弓。哎，打开，好，打开。电池装好。嗯。这里有 N 个四分之一孔，也就是说，你要上微波炉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因为那个软的那个垫片拿一把来好不好？用量非常的大。软垫片。对，软垫片再多拿几个。好，到这边呢，相信已经觉得很枯燥了。我们请小叶子来一段脱衣舞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去准备。好，来一段脱衣舞给大家看。哎，潘姐，你英文名字怎么称呼 ？Steven。Steven 妈妈，你这边上锁。我先去穿十件衣服，等一下就出来。脱。垫片好关的，嘿。这个软垫片是叫调角度用的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好用，外机师限定。我们常常去开模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那、no, 常常也被人家误会说你这个来捣蛋的，怎么都做一些怪规格呢？不是、啊，是因为咱们有研究，有做研究，知道什么东西好用啊。好了吗？痛吗？痛吗？这种版本相当多种，
Steven 是吧？Steven， 你再想一下，你还想装什么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就是初步用得到的，先帮你装。还有将来还要再装的东西，包括荧幕，不是把手机装上去。荧幕，你这次帮我确认一下啊，你这有 WiFi， 荧幕不要装，装手机。装手机。用手机。那因为 Sony 这一方面不是很强，它的那个 WiFi 做的一向都不是很理想，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进步。如果说手机可以接通萤幕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先省掉萤幕的钱，好、哦，然后先用手机。刚你有看到那个威力，吓死人了，那个超强的，三轴变的，那手机的萤幕啊，可以控制的东西多到你没办法想象，太好用了。啊，先混音器一台 ，Salomonic。我们刚刚帮一个高雄的朋友，他带老婆专程上来，新的还是暂时？新的。然后他呢要装的东西就是蛮无敌蛮彪彪叫的，装好之后一整个满意。为什么？他比他的预期还要好用很多。这个我在收纳上的思考。这是工厂常常要拆回去吗？不用哈，好，那我就建议你这样装，把线露在里面，你这样子还可以。好，那这个收很简单，这个就转下这里转松转到里面来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拆掉，反个方向，身体就会变小。然后也帮你考虑到收纳，这个也可以拆，这个转一转，转一转下来。收到里面去都行，但是我们先把便利先考虑，再来做便携啊。便利先考虑，好，好，现在就是插一个混音器哈、啊，混音器要将这一支指向麦克风跟这一支整合在一起。好，那这个我会选择在工作上的位置呢，摄影机在前面，我在这里做调控。好。或者是装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会看不见。装在哪儿好呢？好，荧幕开小会打到。对。好，乖乖的装在这里。先乐须再拿4颗来，越配越多了，但都是便宜的小东西。好，继续放螺柱。好，对，就以后我都喜欢这个版本，这个版本最好用。它紧了之后还可以再调角度，因为里头装了。特殊紧了哈，还可以调角度，还可以调角度，哦，还可以调角度。我很可怜哎。你是看到哪一支视频？爆米花那一支吗？爆米花那天我有来。哦，你刚才有来，就他就先走。所以你刚好那天也要做一样的东西。那天你很忙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而且他问的问题刚好其实是我们的问题、啊。OK，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人要几条腿？哎，那个1/3公母线两条，3.5的公母线两条 ，QQ 的，一个人的摄影时代已经开始，而且确定他不会将来不会改变，也不会让你变成两个人。哦，这个编制，那一天爆米花看电影的翁小姐，她一个人要出国，背行李，采访、打灯、收音、摄影师、主持 ，Oh my god！ 台湾人都被训练成全能的，什么谁造成的，都是那些死老板，人家洗脑，那些死老板害的。虽然我也是老板，但我不会这样搞了，我不会这样搞。总共可以3收音记得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可以收3个进去，好、哦，可以收3个进去。因为有时候访问人需要2个。
忍耐一下，啊，这两箱先写起来，你慢慢写，你慢慢点来，你来亮相没关系，有人已经在靠腰说要看我们的小叶，来小叶子来 ，say hi， 这边 say hi， 那边 say hi， 嗨，啊这边 say hi， 嗨，右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嗨嗨，等一下 boss 开始脱了哈，好，好你点点吧，你开始点，好，陈家也是我们家的，对对对，陈家又在右面那两件，好，一上一下。成家是这样，有的人不买上面啊，不买上面我认为很辛苦，你就每天在扶着它，因为这个将来弄一弄还可以背哦，你如果要背的话还可以帮你做背的部分，可以做像 ENG 一样背在身上都可以，那理线的部分晚点再处理，理线交给你自己啦，因为这个线每个人不一样，你可以自己绕绕到管子里面直接这样比较看好。 4K 的鸡鸡蔡思俊的 4K， 这台机器呢是我的，没有啊？有编号吗？你有它的编号 ？AX100 也是这个算是牛的哦，算是牛的好机器，是货的人会买，是货的会买。阿渊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继续看哦，继续点。好，我自己点，我等一下跟你说。麦克风有乱哦，麦克风还不好。常常有大鸡鸡的问题。大鸡鸡呢，拍的不见得比这个好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们大鸡鸡买多了，大鸡鸡不见得拍的比这个好。可是呢，小鸡鸡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机动性高，好作业。如果你这样出去，人家说不专业，那个人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样还不专业，我天哪！好，会吓到人，会吓到人了。我这个我是这一台是我见过最牛逼的 AX 一百 ，AX 一百看多了，因为这个机型很多来，没有做过这么夸张的，但是它有其专业的必要性哈。那这个 mini mic 躲到这里来，好，躲不进来没关系，好，找地方收。啊，看你要怎么收，这里还可以藏很多东西，很多收纳的空间。OK 呢，然后两路声音进来了之后，我们要一路 out 出来，一路 out 在这里 out 给我们的这里耳机监听孔。你别告诉我没有 input 呢？我操，不可能一滴有的。你说麦克风？哎 ，input 在那边。哦，错觉，什么什么